开始了哈。这附近有个甜点，我经常吃的，走，我们先去买。那音乐配一个妹妹你打蛋。妹妹你打蛋的往前走啊。我是卖去晚了，卖完。到了到了，就这家，希望我喜欢吃的那个还没有卖完。你好，丹麦号角还有吗？丹麦号角没有了，不好意思。没有了吗？一个都没有了吗？它上面还有两个，这两个可以卖吗？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不介意，求求你卖给我 ，please please thank you 吧。不做了吗？今天再做一盘我承包。这个奶贝我拿一盒，提拉米苏，牛角包八个，再装两个吧，我要十个。可能刚才那两个是那种含次品吧。我还要这个虎皮芋泥蛋糕，两个。我要两个这个，两个这个，都是我的。是那个网红吗？你好，紧张吗？好，谢谢。146，走。我们回火锅店去吃。跟 Alan 说拍一条送一条。先浅吃一下。哦，这个也是我最喜欢吃的。哇哦，很开心哎。火锅店甜品君，这叫做丹麦号角。这是我最最最最最最喜欢吃的一个，我知道他刚才不卖给我的原因了。今天的口感有点点硬，但是里面那个奶油依然很足。尝一下这个芋泥蛋糕，好吃的呀。还有马靴，哇哦，这个是什么雪贝？哇，这个料好足。嗯，哇，这个奶味好足，这个也好吃，而且这个不齁甜。接下来这个，我的最爱之一，它叫什么羊角包？它里面的哦牛。牛角包，好好吃啊！就是喜欢这种糖油混合物。这个里面有蛋黄跟莲蓉。好了，这下面我不再联系，我们下一天再见吧。